传统民俗技艺中的舞狮有着驱凶辟邪的功用。鹿港著名的狮头工艺家施顺荣，以台湾狮闽狮为雏形，帮狮子打上大花脸，自创出色彩缤纷、有着立体纹路的鹿港花狮。喜而不亲，威而不怒，是鹿港花狮最大的特色。闽狮的系列就是讲，一开始较早是讲干呐绿色的嘛，叫做青老狮嘛，然后整个狮头就绿色，然后画一点红色、金色，就这样子，这么简单，这么单调。啊，我是感觉讲，其实闽狮的系统不应该是这样子而已，台湾狮不可能干呐呢，哦，应该还可以再美化。所以后来就是看到有人咧进香团嘛，咧八家将咧。我想奇怪，那个既然狮子是驱凶辟邪，啊八家将也是呢。其实我的狮头也可以打花脸了、啊，所以我就开始打花脸了、啊。打花脸之后，当然的，较保持传统的人就变作讲就较格格不入。哦，就感觉讲哦，你有一点哦，脱离了这个传统是吧？另外思维了，对起讲。何谓传统？因为是五百年前留下来才传统，还是五十年前？无一个定位的这样，啊，既然啊无一个定位，那我也可以创造传统啊。所以，我就开始反正做我的事了。那、当然在这往过程内底了，扶贫哦啊，跟那个赞赏的，其实各。差一半一半啦、啊，哦，这个很正常，啊，其实这个都不影响我，因为我不在乎这一些。施顺荣会出来开班传授狮头工艺，就是因为学生的一句“我非学不可”，换来了施顺荣的“非教不可”。曾经有人阻止过施顺荣出来收学生，因为学生学成了以后。就会出来咖喱饼，但施顺荣认为，让这项传统的纸脱胎工艺能传承下去，是更重要的事情。尽量干就讲把这个教学吼，过较好普及化。啊，这普及化的过程内底，其实我又在精挑，因为按你来吼，第一个这个整个的。纸脱胎的功法，它不会断掉。然后第二个就讲，有可能经过在学生吼，诶制作迄个过程内底吼，佮或者纸脱胎的功法，佮做一寡佮较突破，是我较早想唔到，你知？因为讲实，一个人的迄个有限，你知？你无可能讲真正用完全用百分之百是完整，无可能啦，永远都会有一个缺口。啊、那个切口是个出口，哦，就是从那个地方又要不断的生长嘛。从填土塑形、表背、脱模，到上纸加竹框定型，再将狮头上色、装饰，制作狮头的工序相当繁复。而备料给学生来做狮头，对施顺荣来说也不算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光是准备塑形用的填土、马粪纸等等，就要花费很多时间。
但施顺荣乐此不疲，因为这些学生是他继续创作的动力。在咧教的过程内底哈，因为教总是有限的啥，因为我懂的，我会的，绝对不是包山包海啊。啊，就是讲，变成我教学生完之后，我东西我自己都空了。啊，那我要怎么再教？我就是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嘛，要有新的东西吸收嘛，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动力，去思考，去学习，我们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花师其实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学生，应该我立，我爱造。施顺荣打破既有的框架，创造出特有的鹿港花师。对为师之道有一套独特见解的他，从不抹杀学生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其实我们为师之道哈，是伫咧启发一个学生的迄个咩啊，伊的潜力嘛。哦，你刚才讲学生的刚才讲是值得查案的嘛，啊，看你如何去把它雕成是一件作好作品。哦，其实那个道理都一样啊，所以我在教学生，我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讲。技术性的问题你一定要听我，因为技术的东西其实那次经验的累积你经过一些时间啊跟那个什么那个工作那个实际操作所得来的经验那个累积的结果啊，你在那个什么你懂得教学生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缩短他的那个时间嘛，所以技术性的问题一定要听我的啊，创作的东西，我这个绝对要尊重他们，因为每一个人的思维不同的，生活成长的背景都不同，所以接收到的都不同。啊，你不能以你的角度哈，去教一个学生讲哦，你就是要这样，你的概念这样，你就要这样。那安尼我跟你讲，俺都干脆来摕一台迄落咩啊 copy 机啊来 copy 掉啊。哦，那变作哎，都不是，我咧感觉安尼就失去迄个。教学的意义啊，是啊，所以我唯一在教学生，我的概念就是，反正重点就是这样，技术听我，创作我尊重你。施顺荣是鹿港传艺联合工坊的团长，提供各种不同领域的传统工艺师们一个交流的平台。他也多次担任国内文化祭典的策展人，这里是施顺荣另一个发挥的舞台。施顺荣说，无时无刻他都在想着如何突破，睁开眼睛就在思考如何结合不同的媒材来呈现出传统艺术的多元样貌，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我可以透过这些布展啊，来证实一下我们走的行为到底对还是错，那个答案马上就出来。这个对我来说不是迷宫，叫做盲还是笨啊？因为我还不断的要学习啊。人人都想当展览的主角，但在策展现场，常常听到施顺荣说一句话。我的作品拿来当点缀的东西刚好可以衬托出主角，又不抢了他的风采。能尊重所有的创作，并且从中学习，不墨守成规，努力创新，这就是施顺荣说的匠与师的差别。我所谓匠跟师差别在哪里？师跟匠其实创作一个东西都要靠灵感，但是诗跟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诗还要再加一个情感，是同样的东西，可是两样看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诗做出来的加上情感之后它是有生命的，这一个匠做出来的东西虽然是一样，可是它就是死死的，它就差别在这里了。勇于创新会不会让传统不再是传统？施顺荣说，艺术就像是一个圆，无论怎么走
都会有交汇的一天。不要因为怕传统走样就不敢创新。台湾传统艺术在国际上要有一席之地，还是需要融入新的元素，创造出新的定位。就如同施顺荣自创的鹿港花市一般，保有传统，又能创造传统。